然后如果是拍就是要近的，然后那个草才会短。过去哦，升旗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情，大概七点钟会准时升旗，所以我们要过去排一下位置。好，我没有到齐的，然后可以的话尽量服装都到了。跟大家讲哈，七点三十分。你先到，我都要帮你签的，这样子手。多看就要看喽。七点三十分起来，谢谢各位哦。南沙十点八，我们七点到方便南路再到到那个。没有，我刚把人家拍下来，所以这样拍就可以了吗？真没关系。好，来三二，不然这样子要看的是联系德安南学院那边。OK， 好，来看一下。还有，我看到。你到底要不要吃？好好好。你要下去那个。那叫拍，那叫会。那个没有在那个男子区都会公园区有吗？但是现在还没签到。那就切手了。切下去，蛋糕没有动，手都不见了。这是第一手。那就好，切。那边有吃手的。我不晓得什么。等你开炮。李晨。
部队首席。
我等我来擦完蛋。好。好，状态要好。放心一样。
三个一起吹，一二三啊！一二三，哇！啊，那个蛋糕直接用砸了就好了。砸了就好了。不要了，不要浪费物资。不要早上的水，早上洗澡不方便，很辛苦，不要浪费。哇！不太多热量，放在运动，不用心好不好？一二三，谢谢指挥部。可以的。快快，东沙姐姐，你知道吗？东沙姐姐，可以的。好了，同学们一起拍个照好不好？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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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蛋的星期六在那个灯台只要在座以后，星期六吗？哎，光我打的，灯台的正。OK 吗 ？OK 吗？同学们，前面后面都可以哦。升旗典礼开始，全体肃立。主席就位，唱国歌。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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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
毕，李成部队首席。有那边很多，大概十二十